湖南有名的猪血丸子，这样做又香又辣，太下饭了。这个烟熏的猪血丸子先用开水浸泡再洗净，然后改刀再切成片备用。油热下猪血丸子翻炒两下，放蒜酱油料酒爆香，再盛出备用。锅留底油下屏幕上的配料，小火炒香，然后倒入猪血丸子、生抽、蚝油、大蒜叶翻炒均匀即可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收藏哦。